僵尸不要过来！我的，你看，你看外面。还两只兔子跟四只猪，兔子会爬楼梯吗？不会，笨死了。等一下，这样。上来！你刚顶那只兔子，妈妈，猪，我觉得猪。猪不会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我朋友好烂哦，妈妈咪呀、啊！你这群笨猪，连排队都不会。妈妈，啊，干嘛啦？没有。有53个人这一波的海流给冻死，给猝死。有53个人怎样？猝死。太冷了。对。我其实也连到。太冷了，要猝。怕爆。还是礼拜一，你天天要回家。不然呢？那你有什么想法？礼拜一这波回文，我也没有安排行程啊，我不知道礼拜一可以去哪里。想去淡水玩吗？想。我们可以去你去过木栅吗？木栅，我去过10次了吧。哦，木栅。我们去找李尚恩，我们去尚恩，我们去尚恩。好，我们去尚恩。我们跑去淡水尚恩。对啊，你应该你们去过巴黎对不对？我的手机都没电。巴黎没有。没有啊，我们可以去淡水。然后我们坐船去巴黎逛街。考虑我可能好，我明天问我妈，我问她说，星期一，不行，干，我订票了，白痴哦。虽然再退就好了，但是退票是可以的，但是麻烦。星期一。我是星期一晚上要搭回的，所以我星期一还有时间混啊。去哪里混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可以去领航住的社区鬼吼鬼叫。对，我们可以去领航住的社区鬼吼鬼叫。你是想干啥？去社区开演唱会。这不是哪里去？啊，礼拜二的话，我怎么讲？这我从公路来下来。我们就去公路走一点啊，我们去新北台北。对对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去新北台北走一点。新北什么？新北台北走一点的，去你想去的地方啊。我想去的地方，华山啊，或是龙山寺啊，我去龙山寺找街友。去龙山寺找街友，冲啥小？今天多。龙山寺哦，
可以去逛一逛看看。不然我们去玩密室逃脱好。密室逃脱，下个月我都不会。而且密室逃脱不是很像鬼屋吗？他就是把你困在一个很小的空间，然后你要玩那些。我是怕，因为我没有去玩过密室逃脱，但是我知道那些密室逃脱是有一些恐怖的。嗯。对对。啊？有什么？密室逃脱是恐怖的。不是不算恐怖，他就是只是把你关在一个地方，给你一点点线索啊，然后就在里面骗你的钱，对，在里面骗你的钱这样。啊，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密室逃脱都很恐怖？安尼我唔知。可能他们活的。活腻了吧？然后我们可以去那个。我想现在可以带你去哪里？行天宫。从外太空来到行天宫。哎，你去过马街医院吗？我要去马街医院干嘛？我是被车撞到。我们去马街医院旁边的下一个屋。好。不是我夜市干夜市。第二天吗？第三天？第三天啊，第四天。什么？哦，那我明天要改票哎，退票还要钱哎。可以去你爽去的地方。第三天可以去哪里？淡水的话，有一段距离哦。第三天不太可能去淡水吧？要么就是去屏东，或是龙山寺。或是大稻埕，大稻埕呢？大稻埕可以。有什么酷东西？大稻埕的荒庙。大稻埕晚上去，那边几乎都在卖酒。啊，我晚上就要走了呢。早上我们去大稻埕的城隍庙。那边在卖酒，然后我不推荐你带那个文件你去。你说推荐还是不推荐？不推荐。为什么？嗯，我就是要看他发酒疯。好，那推荐。发小啦。干嘛？你又听到什么了？没有。我听到推荐你带我去什么地方？嗯。然后你就是想看我发酒疯。好玩啊。我上次发酒疯的时候。看你发疯了！哎、欸，又有羊驼了，带回家。我们可以去那里。去别人心里。是灵也是。不是，你要我讲几次？我他妈的！七点前会上车，你要我去士林夜市。欸，士林夜市是你进去出不来的地方，我不推。为什么出不来？很多人呢。很多人。是哦。他带我们去新庄地藏庵。新庄。人什么多人多。我是新庄地藏庵。什么新庄地藏？你去问领航啊，新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屁啦，他是做新庄的，他不知道新庄的地方。还是我们去红会广场？不要，太远。我绑在那里。红会广场很远。超远的，那在上新庄啊。还是我们去那个，我去基隆找那个听女讲戏。我没意见。
干笑死，真的假的？没有。我去找那个，我去找弟弟。可是人家很好，我没意见，可以。我们去找，我们去找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去找宝丽达杀手好了。宝丽达杀手他不在基隆海市那边。没有，他是每天上课要每天上课都要打过去。哎、欸，还是我去万里那个代替我。也不是不行啊，可是去那里要干嘛？屁啦，赖皮条最好是没有啦，操！删掉了，我干！哎、啊，你想去十八王宫吗？干嘛去那个地方拜拜？十八王宫庙是阴的，超阴的，然后。而且很灵。他想跟你多相处一会儿，就这样。没有他在考虑第三天到底要去哪，因为我们没有安排第三天要干嘛。对，我们没有安排第三天。你先出发点会在哪里？就是你那天出发点。出发点会在那个超派海鲜冻饭旁边的一间电竞的睡觉的地方。我们可以去，在101的，哎、欸，是吗？是101吗？是在巨蛋附近呢、啊。巨蛋附近。哦，没有，他这边那个信义安头那边。那边。大安那附近。大安区。礼拜一。巨蛋里那边有一段距离。巨蛋下面。对。六点吧。礼拜一，哎，礼拜一我放假，笑死！我想说你来找我，我放假。我们可以放假才可以找啊！哦哦，您说去假娃娃机？对，就我放假。那这边你要到哪里？到台北车站对面，六点多。美丽华了吧？看我买什么时候票啊？我想一下。去过美丽华了吗？我好像买6:25。美丽华没有，那是什么？一个百货公司，反正它有一个摩天轮。林涵，美丽华是什么？很美丽吗？美丽华听过，但是忘记什么。啊，很美丽吗？美丽华百乐摩天轮。那是什么摩天轮？大直是一个百货公司，然后旁边有个摩天轮，可以去看看啊。那我们去搭摩天轮。摩天轮通常都150啊。然后，美丽华要钱哦。多少要钱呢？傻小。烂东西。台北就连一杯水也要钱，你觉得？台北有些店家很靠北啊，连一杯水也要钱。甚至还有可乐卖100块。什么可乐卖100块？你去士林那边吃，你就知道了。国家图书馆是有多国家？没有，要票改成礼拜二回来，我没意见啊。我家人应该也还好。问题是要去哪里？我现在来查一下，没开心挂着。我挂在安全的地方。我们可以去美丽华。去完美丽华后。我们去辽宁夜市。可能晚上可以去辽宁夜市之类。
天哪，我的凤梨物里面有八只猪。我查一下。哎，没有，礼拜日要去溜冰，对不对？啊？我们礼拜日要去溜冰啊。礼拜日去聚餐。嗯。那礼拜日我们可以晚上去那个辽宁夜市。我看一下。我们礼拜日晚上就去辽宁夜市。吴苏阿姨披萨屋。啊？没有，我看到苏阿姨披萨屋了。啊，你想去干搜狗吗？搜狗我这边就有了。101呢？101好啊，可以去啊。啊，苏阿姨好贵哦，网红店员。临江街观光夜市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晚上也可以去那边。临江街。看一下，是吧？是大饭店牛肉面。我们也可以去大安国中。不是嘛？啊，你要去哪边弄头发？西门。啊，什么时候？中午接你的时候。西门很近吗？一站而已啊。哦，你是说第一天？做啊，可以啊，大概用好一个小时啊，一个小时倒是不用了。靠，手好冰哦，傻小子。我要看完啊。对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脑袋动错了，虽然这个问题好像无关紧要。什么问题？就是你什么时候把腹肌练回来的？啊，练回来。对啊，你原本不是有，然后又没有，然后又有吗？我现在没有啊。还是，你现在没有吗？那个只能算是，那个只能算马甲线吧。哦，是这样。然后我们，嘿、hey ，我们弄完头发回来，弄完头发我们可以去吃女仆咖啡厅。女仆咖啡厅。对，吃完女咖，我们就去公馆了。啊、你那个不是有吗？因为你那个看起来是有啊。脚出问题了。你好像有胸肌。胸肌比较重要，我觉得。哦。因为腹肌，你穿的衣服根本就看不到啊。除非。胸肌加腹肌的话等于完美啊。加起来会等于完美。可是，要脱。撒下去就好了。我会冷死。我现在已经。哦，夏天，然后我的心情好。哦，然后那个你的话，你可以，你就是真把修了，因为你可以穿那个黑色紧身衣。那个到底是啥回？马修的衣服。哎、欸。马克嘛。我好像没看到那一件哎、欸。啊，马修都穿黑。黑色连身的紧，那是素衣跟素裤，然后加一件白色的裤、啊。哦，我想起来，那个衣服是不是被刀砍不会坏？对啊，人家用刀戳他，他还可以用腹肌的力量去夹住那把刀。男人他妈！我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永和豆浆。那个衣服砍不坏的。会不会到后面剧情说什么？他其实有魔法，还不确定。但看来是没有魔法，反正突然演化成有魔法也没差。反正他的力量都比魔法还大，他可能也不会想要用魔法，可能用魔法做泡芙。如果到后面他有魔法的话，会有一堆人暴气，他们会觉得说啊马修。我们，哎、欸，超牌对啊，台北是大安区嘛。
对啊。因为台北是大安区四维路那边有一间猫咖，我在看。可是那个什么，也有可能去西门的猫咖。西门猫咖贵。那西门的女咖嘞？很贵耶，西门那边很贵耶。那西门的。哦，手装料，那还有一间那个夹子也超大间，去夹巧克力。啊！哇，我还打雷。啊，大家去东中校东路那边有花店。再看我这边存的，看有什么好玩的，这样子。小红书打台北好玩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下。对吼，还有小红书。可是我去滑小红书，麦快就不见了。啊，等一下再回来。